有网友提供吴秀波幼二被拍到紧搂熟女的照片。图摘自微博吴秀波。图摘自微博50岁国民大叔吴秀波先被31岁女星陈玉琳爆料出轨7年，导致形象大毁，不论在电影、电视剧，甚至春晚及综艺节目都被消失，一直无法露面，甚至有传出他跑到美国暂避风头。最近微博上有网友贴出吴秀波的近照，再度惹怒网友。最近有网友在微博曝光吴秀波与友人的合照，只见吴秀波脸色红润，看起来笑得非常开心，还紧搂着一名熟女，眼神迷离暧昧，让网友气翻怒骂，动不动就碰女人有够恶，以前觉得他帅，现在只觉得他很恶，渣男用在他身上都还嫌太轻。